在这里，然后我们要飞到这里，这就是美国。然后到这里去转机之后，我们要再飞到这里，这里是阿拉斯加。到 Fairbanks 了，这就是我们到的当天晚上，下雨，只能叫 Uber， 据说 Uber 要坐一个小时。星球小屋了，两张床，真是透明的，可以看天。现在天上全是水，下雨。然后这是暖气，这是厕所。哎，就是有点狼狈。小屋，这里一共只有十间小屋。这个玩意儿红的呢，这应该是加热的东西。就你在小屋里是有热水的，加热完了之后你用的水就是热的了，所以可以洗热水澡。你从这个楼梯上去呢，你能看到我们小屋的上吧。好，白天温度其实现在已经有五六度的样子了，所以这个水都化了。完全的看到里面，三块大的透明的罩在这里，现在是两张床，所以你可以躺在床上看天空。如果运气好，极光大爆发的时候不用出门，那躺在床上就能看了。小屋都是错落着建的，所以互相都不影响。这是我们站在这里看到的 view， 你看那个云快速的在动。这块其实是一个山坡，营地。早餐Ready? That's his younger brother. Oh. 我们现在在狗拉雪橇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只狗，拉三个人。一个人坐在前面，中间一个人控制，还有一个人站在最后。
他们的铲雪车。个冰箱贴，火锅店。吃火锅了。local 的超市，过来碰碰运气，看看能不能买到三脚架。去这家的。对，就是说好自助餐，也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手机这么大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。来稻镇公路呢，大家选择抱团，这是这个非常聪明的方式。在美国自驾是很好方式，但你来到阿拉斯加呢，你冬天来自驾真的等于自杀了，很多客人出过事儿。那个有两个从香港来的客人自驾，那天就直接就当场就死亡了。我们二月份遇到暴风雪，刮起那个白毛风，挡风玻璃往前看，就车玻璃往前看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能见度连半米都不到。那一天我们也是我们的车陷在雪里，后来呢，经过四个小时路过，就是有那个 oversize 那个车，它还不是救援车，我们和他商量，和他聊，帮我们把车拖出来，前后给我们拖了一个小时，终于拖出来救出来。但后来我们还遇见狼了，遇见一群狼，所以这条路确实是非常的危险。一路过去全是山区啊，全是上坡下坡，全是大山。进去刀顿之后，一直到北极圈都是无人区，两边呢，有很多的野生动物，反正大部分都看到像什么驼鹿呀、麋鹿啊、这个山猫、雪狼、什么狐狸这些的野生动物都有。我们往北往前开半小时左右，差不多就没有手机都没有信号了啊，没有信号，没有网络。现在雪基本上都化了，但是我们到玉通，快到玉通的时候，到北极圈那个。会经过一些雪山，上面还是有全是白雪覆盖的，这就玉峰好。在全程我们会连会看了一条巨大的一条这个输油管道，当时修这条公路也是为了这个修这个石油管道，因为阿拉斯加在70年代发现了这个全美洲啊最大的油田。
们现在已经到了绿空和营地，吃牛肉面。这里可以吃牛肉面。真大酒店，是真大的前台。这都是鹿角。一股桑拿房的蒸汽味道。房间很小，很老旧，但是还挺干净的。这里只有一家餐厅，就是它了。耶，在这里吃冰淇淋的小孩子哦，吵着要买冰淇淋吃哦。有一只熊，然后上面是一只鹿，这是什么动物来着？据说这个面非常好吃，好吃到吃完了还要打包一份带走的地步。真纳酒店送上山的车，在机场也看到了这个车，底下是特殊的这种在雪地里行走，天窗是透明的玻璃，所以路上如果有极光也可以透过窗户看见。马上就坐这个车到真纳的营地去看极光。现在这里一片黑，但是刚才发生了非常可怕的事情。我们坐着真纳的车上山，结果那个车开到离山顶还有四五分钟的时间的时候，冒烟了，然后闻到一股非常刺鼻的汽油味道。那个司机赶紧下车给我们开门，脸色非常难看，让我们赶紧下来。我们下来的时候发现整辆车的车前盖一直在狂冒烟。哦天哪，车子冒烟了，车子冒烟了。你小心点哦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好滑啊，好呛啊！往那边走，往那边走。啊，干了你！啊，干了，努姐，你过来。
哦，这个坡好陡，好斜。嗯。Let's go, let's go. Then for the woods. Okay. Okay. Come on, come on. 啊！哦。啊，这个爆炸！我看。所以要快点走。看到了吗？这车冒烟了。哇。Right. It's not gonna explode, is it? Can you break? Yeah. 等我跑了大概，五十米的样子，50米，100米，那个车就开始冒火花了，着火了，那个车着火了，我们现在到了山顶上，一路走上来的。这里是那个营地，我们活着回来了。这是真娜的等激光的地方。